记者刘怡婷综合报道。大陆人气男团 TFBOYS 由王俊凯、王源、易烊千玺组成，从2013年出道至今一直维持高人气，如今在2019年央视春晚节目上和银兰、江疏影、景甜、吴磊合唱歌曲《我们都是追梦人》，搭配身后整排舞者，场面看起来相当浩大。春晚演出节目之一《我们都是追梦人》，图翻摄自图被 CCTV 春晚秦岚凭《延禧攻略》中的富察皇后角色人气爆棚。春晚表演时，她难得穿着大红西装，顶住八字刘海帅气登场，一旁江疏影、景甜同样穿着红色细裤装，洋装入镜。秦岚左起，景甜、江疏影。图翻摄自 YouTube，CCTV 春晚大陆男团 TFBOYS。图翻摄自 YouTube，CCTV 春晚。此外 ，TFBOYS 三名成员同样穿着同色系服装，一同站在台上飙唱。演出中的男成员还有演员吴磊，一字排开全是高颜值男女神，飙唱《我们都是追梦人》期间还一度升机，七人仍轻易驾驭二段式高音，精彩演出更获得台下掌声，引发讨论。秦岚表演后分享与吴磊左合影，图翻摄自秦岚微博。